我是，这是我的弟弟乔治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爸爸。小猪，滑板车。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佩奇和乔治在玩滑板车。乔治还没学会怎么玩滑板车，他有点着急。乔治，快来呀！你这是怎么了，乔治？我来教你玩滑板车好不好呀？好的，你先抓住滑板车的把手，就像这样，两只手都要抓住，然后转到滑板车的上面。这样不对，乔治，只要一只脚踩在滑板车上面。很好，现在你的另一只脚蹬一下，就像这样。喂喂，乔治，你会玩滑板车喽。乔治学会玩滑板车了。佩奇，乔治，现在不能继续玩滑板车了，你们该去幼儿园了。可是我们才刚刚开始玩滑板车呀。我们能滑着滑板车去幼儿园吗，爸爸？真是个好主意，刚好可以练习一下。太好了，各就各位，准备好出发。等等我，待会儿见了猪妈妈。待会儿见了。佩奇和乔治滑着滑板车去幼儿园了。不要滑得太快。快点，爸爸。爸爸追不上你们了。等等我。佩奇和乔治来到了幼儿园。